车站一个非常小的站，没有什么特色，非常平凡无奇。谁又知道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样可怕的事情呢？其实没有发生过任何可怕的事情，但正好呢，我们根据日本博主的情报，在这附近呢是《命运之夜》《天之杯》第一章《恶兆之花》里面主人公两个人这个平常通学出现过的一个比较平常的住宅的场景，就是在这边的，所以今天就去找一下喽。我说什么？愉悦啊，多么愉悦！有麻婆豆腐真的很愉悦。走了，继续。夏青草这边是非常典型的日本住宅区，它离都心呢稍稍有，就离开只需要30分钟左右的距离嘛，所以这边的房子的售价其实大家可以看出来，并没有这个中心那么贵，但是呢又面积很大，而且你看还带车库，才4380万，这独立的哦，两层哦，便宜。找了一圈，发现了我们开头，电影开头鹰和侍郎呢，他们两个人早晨一起非常温馨的这个去上学的小路，就是这一片居民区。我要分析一下啊，你看这个花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为什么制作团队要选择在这样的一个小路上画出这样的一段温馨的镜头呢？我推测呢，因为你看这个小区如此的安静和谐，所以呢，在这里生活的人呢，你要充分的分析制作团队的心情，才能够深刻的理解这部电影的含义。然后就是这样一直走过来，现在我站这块呢，就是电影走过来的场景了。我估计你们都忘了，没关系，我们把图贴出来给你看。这个分析的找寻里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点，就是要找到一些标志物，比如说这根蓝色的电线杆，已经是好的了。我跟你们说，有的地方根本你就，你都不敢确定是不是那儿。然后再往前就是小鹰跟侍郎，他俩走啊走，走啊走，然后他一个人站过去喊先拍。我看很多人都说听小鹰喊先拍，身子都酥了。你们这酥的也太容易了吧？啊，就这儿，好，镜头这个时候不要动，我要过去了，我要过来了，好，我要过来了，好，你现在可以转过来了。对的，这边的标志物又是什么呢？那现在后面有辆车，其实破坏了整个的一个形象，但是这棵树，就是说脑袋中间有一棵树，然后还有一个这个挡车的铁柱、铁圈、铁环，那就根据这两点断定萨库拉是在这边说的话。一般来说能找到两处，基本就是可以百分之百确定是这儿了。找到一处呢还是有点悬的，但是因为这几个景都是连在一起的，因此我们断定他这就是他们学里的路了，其他不接受反驳。以上去旁边了。上有两个纹，那边有一个纹，跟那个现在跟我们截图里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场景就是这儿了。要注意安全，这是一个马路中间，就是这个位置了。我摄影师要站在我的对面拍这儿，正好是圣地的场景。当然，我们要注意安全，往这边走。游园其实就是一个小公园了，说儿童游园那也不过是个普通的小公园。那这边有两个场景，一个是侍郎和林两个人就是坐着地方，一个是小鹰萨克拉在这读书。
银座这样高级的地段，竟然有这样一家卖鱼的店，所以我推测这边的鱼一定非常的高级。我来收集巡礼的呀。它是这样的，是那个，我不是来吃的，是那个萨库拉酱，他路过一家那个咖啡店，然后他又路过了一个很神秘的地方，那它的原型就是这家店。我也不明白为什么制作组要选那么一家店，大概很好看吧。这都没有人，这个地方好棒哦，这个店。水草区，然后这才进入鱼的区域。然后找一下圣地是哪里啊？就是这一块了，应该。我推测制作组当中有人养热带鱼，所以他经常来这家店买鱼。完毕。这个角度就是萨库拉，他就在这边看那个水母，但其实这边全是卖热带鱼的，并没有什么水母。而且非常梦幻，其实来这店里感觉很热闹，没有完全没有那种阴暗的感觉了。这只吓到我了，好吗？我正在欣赏这边特别美丽可爱的鱼，然后旁边感觉很蠢萌的，它简直就是熬。抢镜，不要给他特写了，你感觉还不够那个什么吗？这次把《命运之夜》《天之杯》第一章《恶兆君》，哇，这个名字这么长。他的在东京都内的几个点呢，稍微逛了一下，其实还有一个那个流动寺，但是呢，他就有点远了，所以以后有机会再去。我觉得这几个地方。刚刚去那些公园什么的都是居民区，所以大家行礼的时候，鱼类爱好者应该会很喜欢吧。但是没有什么好吃的。是啊，我差点吃一个麻婆盖饭了。